意思。我不接，我不接。啊？什么？然后呢？然后传给他，用五官传。你是怎么过来的？你怎么又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那好，不然我去你上来跟我打个样。你们零食真多。我觉得我们好像乞丐啊。来吧，我觉得他像动物园。来吧，快。云姐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拿。叉子哥不可以。你要开吗？草子姐可以的。草子哥感觉全身在拒绝。草子哥支棱起来啊！我干什么？关羽学。再说一下。哎，没有人给我们道具。牙齿会黑，用五官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对，用五官就。五官指的是什么呀？眼耳口鼻。眼耳口鼻。哎，我现在不是八了。快点，八是八。好呀，来吧，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对吧？什么什么什么？边草自己选吧，就先去抵挡他心焦。完全听不到，行吧，五官，好，哥来吧。五官有哪些五官？眼耳口鼻脚八遍了。啊，眼耳耳。好的。哎呀呀！叉叉好急切。你要平着，不然。吃 Papi 吧，这个会不会吃的牙？啊！吃到了，吃到了，吃到了。